第一届妈祖杯排球比赛正式伫北港展开，请国内排球强队报名参加。大型的球类比赛也请不少民众来体育馆到热闹。来看看。我对排球有兴趣啊，所以过来这边看。今仔进入第二天了吼，伫咱北港吼，伫北港体育馆，北港龙宫、北港高中、北港建国高中，各级学校吼，来咱配合这个场地吼。希望吼，伫即几天的活动吼，会当予咱全省吼，所有的信众会当来拜妈祖，啊，佮会当来观赏着吼，咱来自吼全省吼，再好的选手，伫北港有真好的表现。排球选手精彩表现，让台下民众加油声不断，热情支持球队。国体育馆是充满青春活力。当然啦，吼，赵天江，这妈祖宗教文化呢，我也希望吼，会当多元化啦，吼。因为呢，咱妈祖已经行到国际化了，吼，所以呢，不管是吼，科技啦，吼，运动啦，吼，教育吼，各方面吼。我拢希望会当来结合。赵天江结合各种比赛，让北港唔但是参拜圣地，也充满活力，是观光的好所在。为期四届妈祖杯排球比赛已经进行一半较过，赵天江也欢迎大家把握最后比赛胜输，为选手加油。记者李克山采访报道。